我想问一下尤老师，对胡歌以及我们今天台底下那些年轻的演员，您特别想跟他们说点什么？你们好幸福哦，进入这么一个伟大的好时代，我羡慕你们。但是我也有幸我也在进入这个时代啊。要说对年轻朋友们，我有一句忠心之言，是我践行了几十年的一条宗旨。哦，好沉哦，你帮我拿一下。这是个负担。就是我每天一抬头就是一块匾，上面有七个字，这个七个字我愿意跟大家分享，就是以文艺化导人心。谢谢尤本昌老师。